你们的男朋友谈久了是不是也这样不注意形象？现在的他和之前简直判若两人，去哪儿也不再换衣服。你就穿这个出去啊，好歹换一身啊。这不都一样吗？走。你看看你头发毛毛躁躁的，我给你买点护发素吧。哎呀，吓死我，那玩意儿油油的，用着也不舒服。走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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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总是敷衍回答，但是最近他好像很不对劲。你在干嘛？减肥了。好端端的突然开始减肥，还有频繁的在网上看衣服。你干啥？路过找个东西。哦，我想起在哪儿了，是应该买点护发素了。不对劲，真不对劲。珊珊，你帮我挑一个护发素吧。哦，好。小王，你们渊哥最近外出的工作多不多呀？最近没有啊，都待在办公室啊。哦，好，谢谢你啊。我去洗澡了。不对呀，什么也没有。怎么样，我这新衣服怎么样？还行。给。这什么呀？你不是让我给你买护发素吗？这个是温莎森林清润养发精华乳，各种发质都能用，尤其适合你这种中短发。哎，怎么是这样的？这个是次泡的，便携又卫生，而且含有双抗氧气成分，可以抵御紫外线、粉尘等对头发的伤害。双锁护科技可以帮助发丝更好的吸收养分，深入渗透发丝的同时牢牢锁住水分。怎么样，是不是变蓬松了很多？那当然，里面添加了10%超高含量的多元醇，协同层状液晶技术渗透吸收，可以让发丝持久柔顺蓬松。我已经准备好了，叔叔什么时候来？你想我在我过来看看。没有。那我可先认识了，顺便看看未来的。好，你偷听我打电话，或许爱真的会改变一个人。像爱不释手的分手一年多，前男友一直拖着不把我的东西寄给我。我东西呢？别任性了，很多事情都是为你好。为我好？有的人说着为你好，实际却是为了自己。我真的好想离职啊，我们领导总是针对我，明明就不是我的错。哎，你们领导不是要锻炼你吗？锻炼我？听我的，别想着离职，我是为了你好。喂，我忘带钥匙了，我一会儿到你公司拿一下。我不在那上班了，没前途。下个月房租你交一下。你怎么不提前跟我说一声？好了，不说了，我有事情。哎，你看这个舞好好看，我准备报个班学一下。这有什么用，又浪费钱又浪费时间。哦，对了，你那卡里的钱我用了。你怎么不跟我说？现在不是说了吗？还不是为了我们，硬是不用钱的吗？我出去一下，那个晚饭你自己解决了。我们一会儿去吃螃蟹吧，好久没吃了。那有什么好吃的？吃多了对身体不好。但是我都已经付款订了饭店了。行吧，走，在哪儿？别浪费了。算了，我不要了。哎，珊珊，不是你干嘛呢？本来我想回避一下的，没想到你这么无赖。你是谁？我是珊珊的男朋友。而他。好了吗，珊珊？嗯，我秋冬皮肤干燥，很卡粉，马上就好了。行，没事，不急，我等你啊。干什么呢？你吓我一跳，我在看这个舞蹈视频，我可喜欢了。我也会跳。明天晚上7点，天天舞蹈室。好。看吧，叫你别吃辣的，现在胃疼得受不了了吧？说了你也不听。嗯，我想吃嘛。想吃想吃，来，把水喝了。一会儿想吃什么？麻辣小龙虾。又忘了你上次胃疼的时候了吗？换一个吃。就是想吃小龙虾，麻辣小龙虾，小龙虾。哎哎，等等。给，先喝瓶酸奶，保护保护你的胃，再去吃小龙虾。好。有的人从来不说，但处处都是爱。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都3年了，这个重要吗？你还是没有把我放心上。我不是又带你出来吃饭了吗？还要怎么样吗？不就是没买礼物吗？你知道我要的不是这个。那你到底想要什么？现在可以给你拍照了。最近我今天是我们结婚2周年的纪念日，但是昨天发生了一件让我刻骨铭心的事儿。你怎么了？没事。哦，对了。当当当当！今年的纪念日礼物，你不会以为我忘记了吧？喜欢吗？刚好打折还实用，
我特地挑选你最喜欢的款式，嘿嘿，给。哦，对了，明天我就不回来吃饭了，我约了几个哥们儿聚餐，我们提前已经约好了。但明天是我们结婚纪念日，都老夫老妻的了，别折腾这些了吧。是不是婚后的夫妻都会默认一条规则？浪漫不再是婚姻中的必需品，是要求婚吗？他这一束花还没有咱们这个菜花来的实在。走走走，赶紧回家做饭，我都饿了。可过去，他也曾穿越风雨，只为给我一个惊喜。Surprise！ 我下班专门去给你买的，喜欢吗？傻瓜，你身上都湿了。结婚前，他也曾起誓，这一生都会好好爱护我。珊珊，这是。给，这件事是从我喜欢上你的时候就幻想过无数次的场景。曾经我不是一个对婚姻抱有幻想的人，但是在遇见你之后，我就想着我一定要在这里写上你的名字。或许这个世界上有人不相信婚姻，也不相信爱情真的会天长地久，但是我想告诉你，珊珊，为了你，我愿意用这枚第二钻戒起誓，终身始终如一的选择你，爱护你，所以你愿意成为我的妻子？嗯，我愿意。Yes， yes。都老夫老妻的了，别折腾自己了。海岩，海岩。年年都搁这儿演这么一出，哎，这年年演，年年被我拆穿，你演技不能提升一下呀？哎，不是，我刚才那表情不够真吗？哎，我还以为我今年能把你骗过去呢。主要是你这包完全藏不住第二这么大个礼盒呀。早知道我就把放钻戒的小白盒单独拿出来。快给我看看，今年收集的什么款式呀？爱心的，你看我的这两个真心够不够大？好了好了，快给我戴上，我要拍照。不行，明天才到纪念日。哦，我今天就要过。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对仪式感特别执着的人，后来发现我的丈夫在这件事上比我更执着。我先停车，你先进去吧。好。哎，待会儿我女朋友要来，你俩给点力啊。你之前和珊珊在一起的时候可不懂这些，你小子成长了呀。成长什么呀？以前呀，我都是装的，我什么都懂。那你现在怎么？现在这个不一样，我都准备结婚了。你这样对珊珊不好啊。有什么呀？哎呀，你知不知道，我现在女朋友对我可好。不是她不懂，只是她不想去懂。装直男真的很省事儿。喂。你下班了吗？怎么想让我来接你啊？我生理期不舒服，你能陪我去药店吗？你知道的，领导也不让我走，而且我就一直男也不懂这些啊。来吃饭了。我之前跟你说过我吃不了辣，你怎么还点辣的？哦，我神经大条了，没注意到。那你自己吃吧，给。而且谢谢宝贝，你怎么知道我喜欢这个？那我的纪念日礼物呢？啊，今天是纪念日啊，我都给忘了。都怪我是个直男，我下次给你补上好不好？你看不出来他喜欢你吗？怎么还跟他聊？没看出来呀。也可以不用在乎他的感受。我车停好了，怎么不进去啊？我们回去吃吧。回去吃？行，走吧。哎，怎么换纸巾了？哼，家里边都换了，这个纸巾很柔软舒服的。来，喝点热水。哎，鼻子怎么红了？可能是纸巾的原因，我皮肤太敏感，这个纸巾太粗糙了。你穿那衣服是真不行，就一点。曾经，你怎么来了？你穿着逛了这么久，脚肯定痛了，我就带了双舒服点的鞋来接你。嗯，珊珊，我好羡慕你啊。他知道我喜欢穿裙子，每次上楼梯都会让我先上，在后面护着我。这个太可爱了，太好笑了。哇，好疼啊。和他在一起的每一天我都很开心。
话里放什么？这几天先备着，有备无患嘛。你怎么这么好呀？有的人懂，他不做；而有的人却怕给你的还不够多。哎呀，还要查一下我刚买的包。对不起，对不起，我没注意，怎么办？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我也才刚开始弄，一会儿重新写就行啊。被当成小孩一样宠爱的感觉真好。怎么现在才来啊？路上有点堵车了。就不能早点计划计划时间吗？哎，算了算了，走。有些话何必说尽，没有意义。这肉怎么有股怪味的？怎么回事，珊珊？这肉都坏了。Sorry， 那个冷冻放不下，我放冷藏了，可能肉放坏了。别事了，别事了，别事。让你开个导航，这多少十几公里，怎么回事啊？我没注意到那个路口吗？没注意，没注意，你到底有什么能注意到的呀？烦死了。那我先去做饭了，今天晚上有你喜欢吃的。那我争取早点把它弄完，一会儿去给你打下手。嗯，好。和他在一起，我们很少抱怨对方。珊珊，你昨天帮我把这件衬衣洗了吗？我今天本来要穿的。你放在床头，我以为是你穿过的，那怎么办？哦，我拿吹风机给你吹干吧。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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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儿还有另外一件，只不过有点小，穿一会儿也没事啊。说这冰箱空间这么大，我是不是可以多囤点你最爱吃的冰淇淋了？啊，我刚刚把插头碰掉，你应该多做了很久吧？多吃点羊肉。那我可要多吃点了。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呀？因为你对我也好。在爱情里，包容和理解才是长久的秘诀。论女朋友的侦探能力有多强二。你昨天晚上干嘛去了？那么晚回来，喝多少啊？没喝酒啊。昨天晚上去小姨家，我在吃饭，我忙着呢。你给他打个电话呢，我问问他。哎，我说你怎么不相信我？打就打，免提。喂，哎，小云，干嘛呢？睡觉呢，啥事啊？都几点了，你还在睡？你不怕你女朋友让你跪榴莲啊？跪榴莲。喂。我女朋友在旁边听开了免提，听得到吗？哎，喂喂喂，高兴好不好？你说啥？你问他昨天你们在他家干啥了？那个昨天晚上我们在你家干啥了呀？喝草莓酸奶了吗？草莓酸奶、啊、球赛。哦，昨天晚上你在我家看了球赛，你忘了？看球赛。然后呢？看完球赛又干啥了呀？哎呀，看了球赛还吃了烧烤啊！你还抢了我三串羊肉串，你忘了？小鱼，你们吃烧烤的时候喝了什么呀？喝了啥？喝了啥呀？麻莲仔，麻莲仔，你说话呀！你嫂子问你喝了什么？哦，我想起来了，嫂子。我心里还起了外号啊，麻莲仔。哎，嫂子，我现在有点事儿，等会给你打过来。喂，快，大人有难。说啥词儿？麻莲仔，酸奶和可乐。哦，好好。喂，嫂子，昨天晚上大渊在我这儿看了球赛，吃了烧烤，只喝了酸奶和可乐。好，我知道了，小鱼，谢谢你啊。怎么样？没骗你吗？啊，哎。手机给我。按错了，这明显你看。这些数字肯定不简单。如果一代表一根线，二就是两根线合并，以此类推。有一个像爹一样的男朋友是什么体验？我回来了。哦，好。哎，这下可以了。你自己感冒了不知道吗？还穿这么少？哦。你明天不是要早起吗？还在玩？哎呀，等会儿马上。不行。
抓到了吧？明天早上还给你，没收。他总是爱管这管那的，烦死了。珊珊，订最早的飞机飞青岛出差。这下好了，终于要离开这个老妈子了。看吧，没骗你吧。到了那边照顾好自己，这种短衣服我就不给你带了。别整夜整夜的玩手机，工作认真一点，别光顾着吃零食不吃饭，那些吃多了对身体不好。天别年纪轻轻的体重就高。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听到没有？听到了。你明天早上要赶飞机，今天一定得睡好。我给你放了一个祖马龙的香氛蜡烛，这个让你更放松，睡得更好。终于解放了。会议延后到明天，大家好好调整准备一下。老板再来一个。你怎么回事？会上还打瞌睡，不是让你们调整了吗？还有这方案写的什么玩意儿，这种错误你都要犯。今天晚上改好，明天给我。丹渊，平时这种时候他都在一旁帮我出谋划策。谁啊？春天的你怎么来了？我不会出现幻觉了吧？我怎么不能来？你同事小王都已经告诉我了，被骂惨了吧？没事儿，我知道你认床，肯定一整夜都睡不好。一会儿方案我帮你弄一下。你看这个，搞定。但是这里的窗户真的睡不习惯，晚上肯定又睡不着，明天又得打瞌睡。我有办法。这是什么呀？这个是祖马龙专门为夜间用香定制的家居香氛，这瓶是祖马龙薰衣草与月光花的整香喷雾，是蓝血薰衣草配合月光花的结合，香味清冷又甜，闻起来就像笼罩在接天连地的紫色梦幻里，可以很快的清空思绪，带来镇静舒缓作用。这瓶月色洋甘菊整香喷雾是从新鲜的洋甘菊中萃取了自带绿意的花果香，味道很清新，还带着点薄荷感的微凉，喷上它就像在给情绪降火，可以稳定情绪，放松神经和调节睡眠。啊，你喜欢哪个味道？都很喜欢。那我们今天晚上就用薰衣草与月光花，明天晚上就用月色洋甘菊吧。行。甜蜜蜜的暧昧在热恋的季节，还记得你的笑容无比的甜。想不到多年以后还能闻到这个味道。怎么样，今天玩得开心吗？哎，你跑这么快干嘛呀？给你最爱喝的汽水。好特别的味道。你要不要？要。我还以为你走了呢。拜拜，明天见。我永远忘不了这个让我心动的味道。夏天的风带着他发丝的香气，阳光下的他是那么的灵动。我印象一直停留在那个青春活泼的女孩。干嘛呢？你没玩过吗？对着风扇说话就会变成机器人的声音。又是。给我玩玩。你才幼稚。谁呀、啊？我在睡觉，别烦我。那我回家了哟。我现在在你家楼下了。没有没有，等等我。嗯，我等你。这么着急，想去哪儿啊？你什么时候来的？上午。你在用什么呀？好香啊！这个茶肤洗发水，控油去屑的效果很好的。茶肤里的茶藻素能深层的清洁头皮，还能帮助调节头皮环境，减少头油头屑的产生。而且升级版淘汰了卡松防腐剂，像我这样脆弱的头皮也能用。我闻闻，哎，它的味道很有层次感呀，玫瑰花香掺点的甜橙花香，给人朦胧又温暖的感觉。哎，不对。你打扮这么精致，是遇见你男朋友吗？哎呀，你别管了。珊珊，多年未见，我邀请他来家里坐坐。外边天气热，来喝点水。
我给你放这儿吧。我很想知道这些年他经历了什么，话到嘴边又说不出来。我打个电话。我去上个卫生间，在哪边？在那边，你去吧。原来他还记得这个味道。妈，我是不会去相亲的，我只想跟我喜欢的人结婚。行了，这事你别管了，这周放假了，我回去看你。哎，好。这一瞬间，我更加确定，这个女孩就是我想珍惜一辈子的。这周回去，我要去看我爸妈。欢迎我吗？欢迎，肯定欢迎。什么？很庆幸以前是你，最后也是你。你好了没啊？能不能快点？时间都快来不及了。马上。出个门都这么麻烦。哎，看吧，我就说你磨磨蹭蹭的。我们总是因为这些事情发生争吵。我路过水果店，想吃什么，我给你带点回来。你知道的，看着买吧。珊珊，我回来了，买了些橘子和桃子。你怎么没买苹果啊？这些我都不爱吃。你自己不是说看着买吗？这么久了，你连我喜欢吃什么都不知道，你自己吃吧。真难伺候。你洗完澡能不能别带一滴水出来？好歹擦一擦，滑倒了怎么办？听见没有？哎，知道了，知道了，不就一点水吗？这家不错。大渊，我们明天去这家吃吧，我发你了。你拿行李箱干嘛？我明天早上要出差，我不放心他们几个新人过去。你怎么又要出差？工作就那么重要吗？明天纪念日你放我一个人过。你能不能别闹啊？你爱怎么样怎么样吧。哎，让一下。看不着吗？给，又给你下去买了。啊！哎呦呦呦呦，轻点轻点轻点。看吧。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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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好了，差不多了。这次我去拖了，下次你一定记得。喂。喂，大渊，快点放了行李，准备准备就过来。客户快到会议地点了。哎，好，我马上过来。哎呀，胡子没过，剃须刀呢？不会生气给我藏起来了吧？喂，不是，我说你生气归生气，你把我剃须刀藏起来干嘛呀？谁藏你剃须刀了？你看看你斜挎包里是什么？不是这么个小玩意儿，它是剃须刀吗？之前那个大的。你不是说出门带着不方便吗？你不是在生气吗？为啥还给我买剃须刀啊？早买的纪念日礼物，不可能退了吧？挺小巧的，还挺好看。这剃须刀怎么没开关啊？这个小是智能感应剃须刀，接触皮肤就直接启动了。你去试试，你别看它体积小，用的可是内外双环刀网和浮动刀头，不光更贴合，进去量也增加了，刮得又快，还不扯胡子，用完冲一下就可以了。我看你早上出门老忘刮胡子，可以随身带着不占地方。这次看你出差刚好用得着，就放进去了。对不起，我回来过后一定把纪念日给你补上。你不是在生气吗？对呀、啊，我是在生气，我很生气吗？你给我站住！你，爱情不是没有争吵，是哪怕生着气，也仍然会为对方着想。你别这样，饭还是要吃。我不想吃。哟，没想到分手这么久了，还是这么不懂事啊。难道懂事是理所当然吗？再等几天，我一定转给你。怎么了？我这不是辞职了吗？房东催房租了。那我先转点给你吧。真的吗？谢谢你，珊珊。你一个女孩子自己搬家，没交男朋友吗？没事，我自己可以，不想麻烦他。就有点钱。你不是找到工作了吗？是遇到什么事情了吗？我不干了，打工不适合我。我有个项目，准备投资。喂，快转给我！我刚交房租，我身上也没什么钱，你帮我想想办法。哎，对了，找你闺蜜借一点啊！快快快！我真没有，靠谱吗？你就投资，之前工作不是干得好好的吗？怎么又不借就算了，还在这说风凉话，是你自己错过了机会，还不如我一小学同学，人家都借我，你也太不懂事了。难道只有无底线的给钱才是懂事吗？从那之后，我们就断了联系。
兄弟啊，身为过来人，告诫你小心啊，关键时刻他给你掉链子，你是不知道。不是上啊，你血条都空了。你愣着干嘛呀？我挂了。哦，来了来了。珊珊，你等我打完这把，我来收拾吧。你做饭已经够累了，最近还经常加班，你歇会儿吧。我没事儿。哎，你怎么回事啊？啊，珊珊，怎么了？来，给你洗头，然后我给你整一个家庭版的 SPA。别以为你憋着不说我就不知道，我看你最近压力大，弄得满洗手台全是断发，就专门买了这个 Space 修护膏，给你好好护理一下头发。修护膏？对呀、啊，发膜的升级版，不仅可以修护头发，还可以养头皮。走，去试试。听说呀，这里面用的都是贵妇级的黑松露鱼子酱精华，用料可足了。你看，头发这就又顺又滑了。这里面有修护黑科技，可以让头发由内而外的变得更加强韧，还有抗老成分多肽，黑伤头皮，改善头皮环境，让长出来的头发都结结实实的。真的感觉头发顺滑了很多，哎，都不打结了，头顶也很清爽，断发也少了。怎么样，我选的没错吧？好好用一段时间，头发就全养回来了。以后啊，你就别那么懂事了，在我这儿你就做我的小女孩。够了，我女朋友用不着你来说，她什么样我最清楚。算了，跟这种人犯不着。珊珊，我们换个地方吃，这个地方让人有点不舒服。走。我波澜四起，心动好几个世纪，手写的结局。恋爱三年和恋爱三个月有什么不同？宝贝，首先消息不再秒回，聊天内容也从情话连篇变成了家长里短。哎，珊珊，我们拍了一组照片，好看吧？他还立马发了朋友圈。我们不再频繁地出现在彼此的动态里，甚至……情人节快乐，宝贝。谢谢，这拍好好看。哎，要不咱们今天晚上买条鱼回去清蒸吧？好，在每个充满仪式感的日子里，我们都觉得只是一个普通的日子。我就要吃咸豆花，我们重庆还吃辣豆花呢。我从小就吃甜豆花，就没听说过吃咸豆花的。我就要吃咸的，辣的，也不再迎合对方的爱好。果然，爱都会变淡。哎，七七，你跟男朋友吵架的时候，他会跟你讲道理吗？大军现在和我吵架只知道讲道理，从来都不会哄我。哄一哄有什么难的呀？难的是要解决问题，要解决问题。恋爱三年，虽然消息不再秒回，傻瓜，你放心，但还是事事有回应。已经交了，渐渐有着落。甜甜的情话听多了会腻，但高温天气的雨季。今天太热了，我来接你。热坏了吧？吃，来，给你买了冰淇淋。这句话不管听多少次，都还是会心动。尽管我们不再频繁地出现在彼此的动态里，可细节里都是爱着的证明。我们不再刻意地追求仪式感，但在生活中却多了很多不经意的惊喜。今天不是节日啊，怎么买花了？不是什么节日就不能买花了？我来吧。面对分歧和争吵，他不再无条件的哄哄了事，而是给我分析去解决问题。那天起，我们定制了恋爱准则，之后就再没有因为同样的问题吵过架。晚上回来吃饭吗？买了你最爱吃的橙子。原来，当你感觉爱开始变淡的时候，真正的爱才开始浮现。如果说三个月的恋爱是一杯多糖多珍珠的奶茶，是不计后果的偏爱，那三年以上的恋爱是早起的一杯温水，是相互陪伴一起成长，是互相扶持。回来了，来，快来吃橙子。此刻空气仿佛瞬间定格。哦，对了，还有这个又咸又辣的豆花。豆花。距离逐渐远去，所有努力全都是多余。你尝一口吗？带着遗憾留恋。嗯。尝一口吗？整个的世界里。或许要错过你才是我想跟你一起走下去，开花结果。你真的要走啊？我舍不得你。没办法，公司要求的嘛。你在家乖乖的哦。终于走啦，解放了。嗯？Let's give it a shot. You and I on the court. Time ticking on the clock.
你姐出差了，赶紧过来，好儿子来了，来来。You got me jumping like.Boom shakalaka, b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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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akalaka, bo